希雅位于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在喀拉富姆沙漠以北，是一个迷人的绿洲城市。希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三个城市鼎足而立，有中亚三颗明珠的美誉。今日的希雅由苏联古迹博物馆管理。希雅是中亚各大小城市中最具绿洲特色的一个。在历史中，希雅经历过多次破坏和重建。在13世纪，蒙古大军灭了希雅，到了中世纪被重建，还成为花剌子模帝国的首府。到了18世纪，希雅又被波斯入侵，而且被彻底打败。直到19世纪，希雅东山再起，成为希雅帝国的首都。希雅的宏伟规模一直傲视中亚。在1983年，丝绸之路摄制队以希雅为基地，整装待发，准备向南行，展开漫长的喀拉富姆沙漠之旅。这段路程预计大约要行两个星期。摄制队准备了大约一吨重的物资，好像电油和食水一样。摄制队总共有12名成员，包括六个日本人、六个俄罗斯人，分别负责揸车和拍摄。沙漠旅程最重要的是带备足够的食水，所以摄制队其中一架车装了一个水箱，入满两吨食水，希望够用两个星期。听说沙漠的仲夏气温会高达摄氏50度，连当地人都不敢进入沙漠，所以摄制队做好准备才上路。为了避过日间炎热的阳光，摄制队特登等到日落才上路。车队离开希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摄制队从希雅出发向南行，见到一大片无边的沙漠——喀拉富姆沙漠。喀拉富姆沙漠面积35万平方公里，几乎占了整个土库曼共和国。这个沙漠差不多和日本一样大。摄制队进入这一片茫茫沙海，其中一个目的地是梅尔夫古城。这个小佛像是21年前在梅尔夫古城出土的。摄制队很想亲眼看看埋藏这个佛像的废墟的庐山真面目。梅尔夫古城位于喀拉富姆沙漠南部边缘，非常接近伊朗。从希雅出发去到那里要行760公里，还要越过这片广阔的沙漠。离开希雅没多久，摄制队见到一条路，但是很快条路又隐没在黄沙之下，车队唯有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慢驶。
拉父母在土耳其文的意思是黑色沙漠。相传黑色沙漠有三个不同的面貌，无尽的沙丘、坚硬的黏土层和植物稀疏的地带。中亚最大的河流阿姆河一直流入咸海，相传这条河一度流经卡拉父母沙漠东北部，后来阿姆河河道多次改变。在古时，阿姆河经卡拉父母沙漠流入里海，据说卡拉父母沙漠是阿姆河多次泛滥导致河道改变后形成的。揸紧电单车嗰位系当地嘅牧羊人，由于摄制队进入沙漠之后多次迷失方向，所以专登请咗呢个牧羊人带路。牧羊人一向都是骑马或者骑骆驼赶羊，现在马和骆驼已经被捷克制造的电单车取代。车队经过沙丘，来到一片含盐分极高的沙漠，是坚硬的黏土地带。现在是朝早八点钟，但是温度已经超过摄氏40度。沙漠上阳光猛烈，但是荒地一望无际，冇嘢可以俾队员遮阴。行过咗黏土地带，再次进入沙地嘅时候，货车机件出现故障，可能架货车负荷太重，因为足足载咗两吨食水。后来队员发现，用嚟冷却引擎嘅水竟然达到沸点，等咗几个钟头，个引擎先至冷却，架货车终于喐得啦。沙漠上忽然出现一只野生小松鼠，见到它咁趣致，队员焦虑的情绪亦都稍减。估唔到呢度有咁多小山丘同山谷，摄制队今次真系举步维艰。即使系好熟悉呢一带地形嘅牧羊人，亦都唔知道应该行边条路。佢爬上山丘视察过周围环境之后，先至确定到应该行边条路至啱。队员向牧羊人指住的方向望过去，见到一座高塔，那座是乌尔根奇古城遗迹里面的尖塔。乌尔根奇在10至14世纪的500年间，一直是花拉子模帝国的首府。这个尖塔圆周有35米，高60米，是全中亚最高的尖塔。这个尖塔从30公里外都可以望到，可以说是沙漠商旅的指路塔。
尖塔旁边有一座沙漠旅馆的遗迹，以前一定有很多旅客在这里住过。昔日的都城乌尔根奇很受丝路旅客欢迎，亚姆河曾经流经城外，后来在14世纪法拉子墓被帖木儿大帝打败，再加上亚姆河河道改变，所以乌尔根奇就从丝路历史中淡出，法拉子墓于是迁到希雅。摄制队离开希雅已经一个星期，即将来到卡拉库姆沙漠的中央地带。这里的气温比先前更高，差不多达到摄氏50度，沙地的温度更高达摄氏70度，汽车和摄影器材都热到辣手，队员都不敢碰。摄制队带来的两吨食水已经用了一半有多，队员忽然见到一个很特别的景象，牧童带着一群绵羊和山羊在沙地上飞奔，一直走去水坑。据说这个水坑的水是来自一个20米深的井，可惜水太咸，不适合人饮用，队员有水都不喝得，唯有看着羊群享受羊脂甘露。普富曼有一句俗语说，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在沙漠中生活，水可以说是生命之源。早在远古时代，卡拉库姆沙漠上的居民已经懂得掘水井拿水饮用。这里风光明媚，土地坚硬，是扎营的好地方。选好扎营地点之后，当地人就用绳在地面上画了一个正圆形。跟着他们开始砌蒙古包的地基，现在他们在砌墙，这个架是用柳木做的。搭蒙古包不用用钉，这种活动房屋是草原和沙漠居民的传统居所。
牧羊人话砌到呢度，墙壁基本上已经砌好，跟住佢哋就用一条30厘米阔嘅羊毛带绑实。蒙古包的顶是由48条柳杆支撑，这些柳杆作用就好像横梁咁。砌蒙古包的骨架大约需要1个钟头。跟住他们会将羊毛毡铺在骨架上面，羊毛会散发一种独特的气味，可以驱走有毒的沙漠动物。最后在蒙古包入面铺埋地毡，就大功告成了。4个牧羊人大约用了2个钟头就搭好一个。我想今日何杯ぐらい飲んだかね、水。え？水。何しよう。バケツに一つ飲んだ。牧羊人俾骆驼奶队员饮，话可以解渴。クラウンドのこれはですか？ジャパンの人たちはこの喉渇くと。相处咁耐，队员发觉牧羊人好少饮水。牧羊人话佢哋饱经历练，即使揾唔到水，佢哋都可以生存落去。队员就唔系咁想学佢哋啦。いやなんかその喉渇かないって聞いて飲むとなんかそんな気するね。啊啊，少し。完票准了没？完。啊。啊，だけど何杯もちょっと飲めるという意に。これ注射るか。沙漠嘅日间温度高达摄氏50度，到咗夜晚降到30度，队员竟然话觉得清凉。帮摄制队搭蒙古包嘅4个牧羊人都系土库曼人，佢哋世世代代都系靠沙漠牧羊为生嘅。卡拉洛夫做了牧羊人20年，还是这班牧羊人的首领。他们在这个浩瀚沙漠中唯一见过的海就只有绿海。20年。好自然，他们都不懂游水。река видели вода мы деревья у нас река видели мы Амдария гава мита кота ру кедо мо да здесь море есть только Каспийское мы это должны видеть Каспийское я видел не видел 海見たくないですか я видел море нет мы боимся маленьких крокодилов мы не можем плавать мы же ここ好きですか？おいしいです。朝早6:20，队员发觉蒙古包周围有一排排细小的脚印。看来曾经有动物来回走动。由于卡拉富姆沙漠有很多毒蝎子和毒蜘蛛，所以队员心里面都有些不安。
其中一种在沙地留下脚印的动物终于现身，这种是姜狼，当地人叫他们做沙加拉伯。姜狼用后腿推动骆驼粪球，技巧熟练，它是沙漠上的一种捕猎动物。蜥蜴喜欢停留在一种叫做萨克苏的灌木上面，舔枝叶上面的露水解渴。卡拉富姆沙漠虽然酷热，但是这些生物依然能够以有限的食粮繁荣滋长。这只是狼蛛，是沙漠旅客最怕见到的动物。如果有人不幸运被狼蛛咬中，24小时内一定没命。摄制队在沙漠居然见到有水泥建筑物，这一间是土库曼科学院沙漠研究站。研究站是25年前在卡拉富姆沙漠中央落成，目的是搜集基本数据，作为前苏联重新发展国内沙漠之用。当时苏联境内的沙漠面积有2100万公顷，苏联总共兴建了四个同类型的研究站，专家会在春季和秋季做实验和测量，他们还会全年观察风向和风速、空气温度、湿度和温度。为了做这些测量，有三名研究员长驻研究站。这位是拿塔莎小姐，她和另外两名同事轮流观察沙漠环境，他们每3小时换班一次，一日分8更。在摄制队来到研究站当日，朝早8点钟的地面温度是摄氏58度。每日研究员都会将数据用无线电传送去土库曼共和国的首都阿什哈巴德。根据数据，专家可以作出天气预测，同预测每一年的农产品收成情况。现在的室内温度是摄氏43度。沙漠研究一直很成功，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的注意。这里做很多研究，好像如何防止风沙，如何改善硬黏土层，和研究哪种植物可以在沙漠生长。据说外国的科学家亦都嚟研究站观摩，在不宜生物生长的沙漠中部，研究员努力进行科学研究，而研究的成果非常超卓，很多地区的面貌正在慢慢改变紧。离开希亚第十日，摄制队来到卡拉富姆沙漠的中央位置。这里有一条小村庄叫达尔雅扎。这条村见不到有树，只有一排排用干晒砖建成的矮平房。可能是因为很少见到外国人，或者是怕丑的关系，这里的小孩起初不敢接近摄制队。卡拉富姆沙漠的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人，他们是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和欧洲人的混种。土库曼人主要居于中亚一带，还有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自古已经是丝绸之路上的居民。达尔雅扎村的居民亦都是土库曼人。
村民起初不敢接近摄制队，后来才开始和队员交谈，原来他们都很友善好客的。达尔亚扎村有700名居民，靠牧羊和骆驼为生。揸骆驼奶有个秘诀，负责揸奶的女仔会先拉只骆驼仔过嚟食几啖，当奶水流得多啦，个女仔就开始揸奶。沙漠上食物短缺，村民就从珍贵的骆驼奶中吸取营养。呢位小姑娘叫美亚，今年17岁，队员觉得她是全村生得最靓的女仔。美亚一日揸4次骆驼奶，每日会揸10公升左右。摄影师宫崎试饮骆驼奶，他觉得骆驼奶的味道没牛奶那么浓，口渴嗰阵闲闲地可以饮3几杯。鲜榨的骆驼奶倒入壶里边，加入酸性的发酵剂，等15分钟到，表面就会形成一个个小孔。在中亚，这种发咗酵的骆驼奶叫做茶耳，他们会将有小孔的骆驼奶滗出来，用来做土库曼娱乐。美亚不单止貌美，还是全村最勤力的女仔。榨完骆驼奶，她又去焗面包。中亚的面包叫做馕，于是队员就要求看看她做面包。这种是沙漠植物萨克素，它的叶可以用来喂骆驼。干的树干和树枝可以用来生火，每个家庭都在屋外面放了一堆萨克苏柴枝作为燃料。为了节省燃料，村民每次焗的馕都够一个星期食用。美亚家有12个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以达尔亚扎为家。美亚的爸爸以前是靠牧羊为生，去年满50岁就退休了，牧羊的工作就由长子承继。拍完整囊的过程，队员就品尝到新鲜出炉的馕，热辣辣的馕好好味，土库曼族人的热情招待令到摄制队深受感动。每日下午3点，强风都会吹遍整条达尔亚扎村。呢度本来已经好热，而家温度再升到摄氏50几度，热到连呼吸都有困难。每日呢个时候，所有村民都会留喺屋企，冇人会外出。
有时风沙猛烈到会改变周围的地形。昨日本来有条路经过一场大风沙，日夜之间条路不见了，反而多了一个沙丘。虽然丝路历史不断变迁，但是大自然的威力就一直不减弱。摄氏50度的热风吹遍达尔瓦扎，而几百年前绿洲一带的商旅和丝路居民亦都尝过被热风吹袭的滋味。这一阵热风仿佛是黑色沙漠卡拉父母沙漠送给摄制队的礼物。摄制队离开达尔瓦扎，向最终目的地梅尔夫古城进发。摄制队带来的两吨食水差不多已经用完，在仲夏越过沙漠所消耗的体力比队员想象中多。去到梅尔夫古城150公里以外，驾货车又再抛锚。水缸其中一个水盖更加在行车嗰阵跌咗，辛辛苦苦带住行咗600公里的食水就咁流落沙地。而家是半夜，队员想不到任何补救方法，唯有眼白白睇住啲水系咁流。为了留下食水在路上饮用，队员拿出所有容器盛载食水，樽啦、胶桶啦，找到的都拿来用，然后摄制队就赶紧上路。摄制队会在24小时之内去到梅尔夫。摄制队终于来到梅尔夫古城，今日是他们离开希雅之后的第15日。梅尔夫古城废墟有中亚最壮观的历史遗迹之称，规模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整个废墟占地超过60平方公里，城墙、城堡和庙宇的遗迹向各方伸展。梅尔夫遗迹之中最历史悠久的是艾克城堡遗迹，这里曾经是一个王城，在公元前3世纪盛极一时。城堡遗迹面积很大，差不多有1500平方米。土库曼共和国的考古学家迪尔基殊博士和日本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加藤久藏博士充当响度，带摄制队探索梅尔夫遗迹。この下は 40×40×40 のブロック、粘土のブロックからできてる。
全国遗迹最高的建筑物就是一座塔，它是用了很多块40立方米大的黏土砖砌成的，是一座佛寺，它是中亚最西面的佛教遗迹。据说从这里向西行就再没有佛教遗迹出土。加藤博士对中亚的历史了如指掌，今次是他第一次来梅尔夫古城。加藤博士认为摄制队身处的地方应该是吉亚尔城堡的遗迹，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挥军东征的时候，吉亚尔城堡已经存在，这一对亦都是城墙遗迹，因为到了铁木尔帝国时期这里再度兴盛，即是说这里至少三次修筑巨型城墙。特别的是这三幅城墙并非一幅连接一幅，它们之间有一段距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黑兹城堡遗迹，在六至七世纪这里是一个尊荣家族的居所，当时是族长割据时期。滿布裂縫的遺跡其實是半圓形巨柱的殘餘，殘存的巨柱最高15米，據說當年的巨柱是用來支撐一個雕工華麗的天花。這座建築物本來有兩層，但是一樓已經被黃沙活埋，殘存的牆壁是屬於二樓的。我们可以看到连接墙壁和拱顶天花的砖砌方式是典型的中亚建筑风格。现在的古城墙千疮百孔，但是昔日它一度华丽精美，非常平滑，今日已经损毁不堪，成为雀鸟筑巢之地。この辺りは今見えるのはセルジュク朝の有名な王様である。这一带以前是著名的塞尔柱王朝桑贾尔苏丹的宫殿所在。由于这里是丝路其中一条主要的路段，以前一定经常有很多商旅途经这里前往阿富汗和再远一点的伊朗做买卖。在梅尔夫古城东南面吉亚尔城堡一角有一个庙宇遗迹，这个是世上最西面的佛教遗迹。これがその最西端の仏教遺跡。これがまさにその世界で一番西の端の大きなこういう仏教構造物ですね。これはやはり。如果不是曾经有佛像和佛经出土，没人想过这一堆是佛教遗迹。照推测，在遗迹方圆100米之内曾经有一座佛寺和佛塔。これがスーパーの跡ですが、仏さんの頭の出たところは先生、グジェです。グジェってないじゃんな、ガラバブッダ。ガラバブッダブラナイダネオットナヤツミスト。ここで発見された。西のあるところですね。そうですね。呢個係佛塔嘅遺跡。呢度曾經有一個佛像嘅頭部出土，考古人員仲掘出一個壺同一堆佛經。いや、すごいところから出たんですね。これで経文はどっちから出たんですか。
А где это самое, ваза и это самое? Ваза была найдена с документом вот на этом участке. Кёмонто, その, цубова, ここから出た? ここから出た. はい. そうすると, ここに, その, 仏塔と, 経文があって, ここは, 一体何の, 部屋だったんですか? これが, ストゥーパでね, ここの部分が, 階段になってたんです。呢個係佛塔，呢一部分應該係一列樓梯，到今日都仲清晰可辨。好彩梯級已經被黃沙活埋，如果唔係，就會繼續被風雨侵蝕。 呢个细小佛像证明佛教喺好耐之前传到嚟梅尔夫，昔日呢个佛像一定系金光闪闪，佛像嘅颈上面依然留有少量金箔。呢个佛像用黑灰石制造，据推测系巴基斯坦犍陀罗嘅产物。 除咗佛像， 呢一带亦都有佛经出土，150块桦树皮上面刻有梵文佛经。苏联科学院研究咗2年， 证实呢啲佛经系出自印度黑什米尔一名僧侣之手。呢个就系盛载住佛经嘅大壶，壶身又圆又大， 底部扁平，壶柄雕花，喺中亚较为罕见，因为呢种壶多数系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土库曼科学院嘅人员话，做壶嘅工匠好可能系嚟自美索不达米亚。 从印度黑什米尔带嚟嘅佛经，发现收埋喺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嘅壶入面。呢项发现充分表现出当年嘅梅尔夫系东西文化交流重镇。摄制队探索梅尔夫古城嘅时候，有一项意外发现：古城周围本来系一片沙漠， 但系而家竟然长满青草。当地居民话俾摄制队知，梅尔夫大约喺10年前开始长出青草，可能系因为运河落成，地下水水位上升嘅缘故。古城附近仲出现咗几个水潭。 条系喀拉库姆运河，苏联喺25年前开始从亚姆河引水嚟到呢个地区，希望将沙漠变成翠绿嘅耕地。喀拉库姆运河目前全长1100公里，流经梅尔夫北部。运河开通之后，沙漠供水大量增加， 盆地上嘅灌溉耕地面积增加到500万公顷。听讲政府仲计划将运河伸展到里海，希望将1000万公顷嘅沙漠变成肥沃青葱嘅平原。
河的河水滋润了这一片土地，但是梅尔夫就前景堪虞，因为古城是用干晒砖建造，这些砖索了水就很容易崩塌。土库曼的考古学家预言梅尔夫古城在五年之内就会倒塌。如果预言是灵验，锦丝路摄制队很可能是世上最后一批见到梅尔夫古城的人。